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2月28号，星期一。欧盟啊，基本上可以说算是宣布参战了啊。我这个没想到，欧盟这怎么就参战了？欧洲啊将组建志愿军，知道吗？入这个就是入朝，不是入朝，入乌啊，要这个抗美援朝啊，不是，就抗俄援乌啊。这你听着这个是不是特别熟悉？是不是中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志愿军啊？这个入朝抗美援俄啊？这个不是啊，这是入乌啊，抗俄援乌啊。乌克兰总统啊，泽连斯基星期五向所有有作战经验的欧洲人，实际上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向所有的欧洲军人了，你明白吗？有作战经验不就是军人或者退伍军人吗？发出呢这个呼召，希望他们前来乌克兰呢，共同反击俄罗斯的侵略者。然后呢，这个泽连斯基呢，到了星期日的时候宣布啊，将组建一个由外国志愿军组成的国际兵团，帮助乌克兰人民抵抗呢俄罗斯侵略者。所有的志愿军呢，要求先去所在国的乌克兰使馆呢报名，然后呢到乌克兰来啊。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欧盟表态了啊。丹麦的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啊，周日晚表示，丹麦呢将允许志愿军加入乌克兰筹建的国际军团，以对抗的俄罗斯侵略者。他不认为存在任何呢法律障碍啊，等于丹麦就是允许志愿军这个进乌克兰了。欧盟呢在周日呢也决定将动用这个基金为乌克兰呢购买致命性武器和其他的武装设备提供呢资金。同时呢，欧盟全境将对俄罗斯呢关闭领空。欧盟委员会呢向27个成员国要求动用欧盟紧急基金援助呢乌克兰的武器。除呢购买武器外，还要购买呢这个燃油以及其他呢这个保护性用品，给这个乌克兰。欧盟的外交负责人呢伯雷利也表示说，这个举动呢打破了欧盟呢不向作战国提供武器的先例。那么不向作战国提供武器就是保持中立，提供武器实际上就不是保持中立了，你明白吗？等于就变相就是参战了，就是说后勤补给啊，我给你提供武器，提供弹药。当年这个抗美援朝也是，这个前苏联也说，他说他不参战，实际上他提供了武器弹药，对不对？当然还出动了战斗机啊，中方呢出动了这个志愿者。所以呢，说是呢，中方也说我们不参战，是我们有志愿者愿意参战的，我们让志愿者参战，我们不作为一个国家呢去参战。但是这种东西就骗小孩嘛，对不对？就谁都明白，对不对？当然欧盟现在是表面上名义上不是说参加战争，但是实际上这等于就是参加战争了啊，派出了志愿军，然后呢，还给武器。啊，给志愿军再配武器，出人又出武器，那你不等于跟参战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说是志愿军这种东西，就老毛拿来骗美国人的，对不对？美国人都不信，你说让我们怎么信，对吧？那欧洲呢，已经行动起来了。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志愿军已经进驻了乌克兰境内。德国为乌克兰提供了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空导弹。这是二战以后啊，德国国防政策的历史性的转变。因为二战的原因呢，此前德国一直奉行不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的政策。那这次德国呢，一改奉行70多年的国防政策啊，第一次开始介入的呢外国战争啊，这正式呢介入了乌克兰战争，开始呢就露出了历史上来讲也都是这个德国和俄罗斯、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屡次大打出手的这个苗头啊，这个没少打过啊，这又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是说呢，由俄国啊、欧洲啊他们带头开始要跟俄罗斯呢干一场了，这就不光是乌克兰了，这要打成就是说世界大战了，就多国呢都要参与啊，就是我看最起码是这么一个苗头。啊，你不要拿什么志愿军呐、啊，我只是提供武器啊，我不提供部队啊，来骗人。当年老毛共产党都是这么说的，你现在玩的都是老毛共产党玩的那一套。你知道为什么我说现在白左越来越像共产党，越来越像毛泽东，你知道吗？就在这儿了。你仔细看，特别像给老百姓发枪，让老百姓上，让老百姓当炮灰，然后呢说我是志愿军，我不派政治部队。你看看这跟当年中国共产党玩那套有什么区别？越来越像，真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欧洲，建设社会主义新美国啊，这都是社会主义这一套啊。说，那看吧，看来这意思很快就要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我看这么搞下去，好吧，那这期聊到这里吧，谢谢大家。